哈喽杨康，咱们今天吃一个小，今天来吃一个小龙虾拌饭，包上这个肉末茄子，土豆烧牛肉，第一口粉丝味我。真香。你们想不想来一口？不想。来一口冰镇快乐。太爽了，爽了。自己又加了点蟹黄。我的妈呀，太香了。我现在已经被香得太上头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七个双拼炸鸡，你们有多久没吃炸鸡了哈？还有三个分享给我的孩子们。拜拜，结尾送大家一首咕噜咕噜。